老阿姨拿着回收物，看似不对劲，不断回头，紧接着员工三三两两从建筑物内往外跑。뿌연연기사이로급박하게대피하는직원들의모습은실루엣으로만감지됩니다南韩华城锂电池工厂致命火灾，起火燃烧15秒内，关键监视器画面曝光，一瞬间从白烟变成浓密黑雾。작업실공간전체를뒤덮는데약15초밖에안걸렸습니다周二上午，消防队在火场内又发现一名女性失踪者的遗体，被压倒在二楼的钢筋梁柱下，罹难人数攀升到23人。家属无法接受亲人丧命，哭到瘫软在地。而鉴识小组周二针对死者身份展开 DNA 鉴识。사상자는23분으로지금파악이됐습니다내국인5명중국인17명라오스인1명这回死者一共8男15女，多数都是大陆籍朝鲜族移工，而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要求彻查。첫발화가일어난지30여초만에네번의폭발이일어났는데요这回重灾区就在工厂二楼进行包装焊接电池的车间，不过相关人士透露，事发两天前发生过电池爆炸。관계자에따르면지난22일오후이동1층에서배터리에전해액을주입하는공정을하던중화재가발생했습니다出包的 Aricel 锂电池工厂隶属南韩三大财阀 SK 集团，包括特斯拉也是客户之一。南韩官方为防止事故发生，下个月开始要针对213家电池工厂展开彻底的消防安检。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